24年闰二月，复至尚书省，遂以桑歌与铁木而为平章。正是赵天下，改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，六部为尚书六部。三月，更定钞法，颁行至元宝钞于天下，中统钞通行如故。桑歌常奉命减负中书省事，凡校出亏欠钞4770锭，昏钞1345锭，平章麦树丁及字符，参政杨居宽为时掌权选，前古非所专任。桑歌令左右及其面，因问曰：“既皇权势，果无处置失党者乎？”寻意引符，帝令丞相安同与桑歌共训，且欲吴令麦树丁等后得以协问巫符未辞，此被故较快人也。数日，桑歌又奏居中书参政郭佑多所不复，失位不言，成为中书之务，挥堕如此，汝力不能及，何不告之蒙古大臣，故欧辱之，今以款服。帝亦怒，命穷劫之。又与居宽接作弃事，刑部尚书不呼穆真之不得。台吏王良弼与江宁县尹吴得意尚书省政事，又言尚书勾效中书，不遗余力，他日我曹的发尚书兼吏，其诸及无难。桑歌闻之曰：“若被诽谤朕，是不诛吾以成后。”遂并捕杀之。又有卧罗斯者，以武桑歌。PG 1245。被缠及其家，围巾、玉带各一，黄金50两，皆上所赐，乃以公用孽畜家之罪。帝曰：“此口腹之事也，是不问。”桑歌常奏以杀布丁姚寿江淮行省左丞、乌马儿参政，领权府是博士，发钞签订给行权府司，遂书真义务未袭，又以败降为福建行省平章。既得旨，乃言于帝曰：“臣前言凡任省臣与行省官，并与丞相安同意，今奏用杀布丁、乌马儿等，是丞相还大都未与意，臣恐有以前奏未言者。”帝曰：“安同不在，朕若主也，朕以允行，何言之有？”时江南行台与行省并无文疑，事无巨细，必资内台成省文奏。桑歌以其往复激流物事，宜如内台吏分成行省。又言按察司文案，宜从各路民官减赋，地相纠举。自太祖时有旨，凡临官事者互相觉察，此故事也。从之。十月已有诏问翰林诸臣，以丞相领尚书省，翰唐有此志否？贤对曰：“有之。”许日，左丞夜里以翰林诸臣言：“桑歌秉政久，以进位丞相，以协人望。”帝大悦，遂以为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史司事，进阶金子光禄大夫。于是桑歌奏以平章铁木而代其位，右丞阿尔浑撒里迁平章正事，叶里迁右丞参政马绍迁左丞。11月，桑歌言：“臣前以诸道宣慰司及陆府州县官吏积缓务事，奉旨遣人吃责之。今真定宣慰使素歌，
南京宣慰使。达师蛮皆勋旧之子，以取胜才，敕罢其任。明年正月，以甘肃行尚书省参政铁木哥布任事，奏起牙代代之。未几，又以江西行尚书省平章政事呼呼都铁木而不职，奏罢之。兵部尚书呼都达而不勤于政，桑歌欧罢之而后奏，帝曰：“若备不罢，汝是何由的行？”自立尚书省、仓库诸司、无不勾考、先斋尾六部官，复以为不专，乃至真理司，以致财谷之当追者。时桑歌以礼算卫士。PG 1246。豪分履息，人仓库者，无不破产。即当更待，人皆弃家避之。十月，桑歌奏湖广行省前谷，以责平章要数目。外省七道必多，其以参政新都、户部尚书王巨济等十二人，理算江西、福建、四川、甘肃、安西五省，每省各二人，特给印章与之。省部官既去，事不可废，拟选人未待，听时元凤理算之间，以给兵以慰之，帝皆从之。是时天下骚然，江淮尤甚，余宁之徒讽大兴民史籍等为桑歌立时颂德，帝闻之曰：“民欲立则立之。”人以告桑歌，使其喜也。于是翰林官至闻，题曰：“王公辅政之碑。”时桑歌赋。第八集为燕南道宣慰使，闻其事，亦讽蜀县尉以立时颂德，使儒学教授张炎撰文。炎正色却之，即日谢病归，试论称之。桑歌又以总志愿所统西藩诸宣慰司，军民财谷，事体甚重，已有以重议之，奏改为宣政院，置从一品，用三台印。帝问所用何人，对曰：“臣与托英。”于是命桑歌以开府仪三司、尚书右丞相兼宣政使、领功德使司事，托英同卫使。帝常召桑歌谓曰：“朕以业礼言，更至元超，所用者法，所贵者性，汝以为处事之，其本不可失，汝宜识之。”二十六年，桑歌请勾考甘肃行尚书省及益都资来淘金总管府，迁省赵仁荣总管明理等，皆以罪罢。帝信上都，桑歌言去，遂陛下信上都，臣日室内躺诸库，今遂欲臣小于以行人必切意。帝曰：“听人意之，汝臣之可也。”桑歌又奏晋伪省臣检责左右司文部，凡经监察御史讥诏者，一议尚多。自今当令监察御史及省部讥诏，书信名于卷末，苟有一吐，亦于归罪。人命侍御史检视之，失则连坐。帝从之，乃敕监察御史四人。事后，监察御史赴省部，愿令使与之抗礼，但浅笑。立持文部至案而去，监察御史便阅之，而抬纲废矣。桑歌又言：“国家经费既广，岁入恒不常所出，往岁计之。” PG 1247。不足者逾百万定。自尚书省勾考天下财谷，赖陛下福，以所征补之，
未尝敛及百姓，臣恐自今难用此法矣。何则？仓库可征，者少，而盗者亦先，臣忧之。臣愚以为严克每印金值中统超三十贯，宜增为一锭，查每印金值五贯，宜增为十贯，撒醋税客。江南宜增额十万锭，内地五万锭，协计户十八万，自入籍至今。十三年，只书半赋，闻其利已完，增为全赋。如此，则国用可知，臣等免于罪矣。帝曰：如所意行之。桑歌既专政，凡权调内外官，皆由于矣，而宣敕上由中书。桑歌以为言，帝乃命宣敕并赴尚书省。由是以行赏卫士，监于之徒奔走其门，入贵驾以假所欲，当行者脱，求官者得，纲纪大坏，人心骇恶。二十八年春，帝田于柳林，利用监彻礼浙西按察使千卢等合奏桑歌专权独获，时不呼目出使，帝遣人去召之至，进于行殿。帝以问，不呼目对曰：桑歌拥蔽聪明，紊乱政事，有言者即诬以他罪而杀之。今百姓失业，盗贼逢起，召乱在旦夕，非及诛之，恐为陛下忧。留守贺伯言亦为帝臣其奸恶，久之，言者亦重，帝使决意诛之。三月，帝欲代抚越而鲁曰：吕闻桑歌举义抬纲，度言者之口，又常垂榻御史，其所罪者何事？当与辨之。桑歌等迟，御史李渠等以刷文卷制，令呆御史杜思敬等勘验辩论，往复述。四，桑歌等辞去。明日，帝驻夫土口，复召御史台记中书、尚书两省官辩论。尚书省直卷奏曰：前浙西按察使执弊，阴间月稍超受赃至签订，常袭台真之，三年不报。思敬曰：闻之次第，竟在卷中。尚书省差卷迟对，其弊可见。彻礼报卷，至前奏曰：用朱印以封纸缝者，防欺弊也。若被为宰相，乃差卷破印与人辩，是交吏未奸。帝视之，则御史台曰：桑歌为恶，始终四年，其奸赃报者非一，如台臣安得不知？中 PG 1248。臣赵国福对曰：知之。帝曰：知而不和，何罪？思敬等对曰：夺官追俸，为上所裁，数日不绝。待抚越而鲁奏，台臣久任者当斥罢，新者存之，乃于桑歌于狱，仆其府。正碑七月，伏诛。监察御史言、沙布丁、纳素拉丁灭里、乌马儿、王巨济、杨脸真家、杀的、教化的，皆桑歌党，今或系狱，或释之。臣所谓狱。帝曰：纳素拉丁灭时在狱，沙丁正孤视之耳。明年二月，欲袭铁木儿等言纳素拉丁灭里、新都、王巨济党比桑歌，自谓不法，楚弊、权选、严克、酒税，无不更张变乱之。贤命江南理算者，皆言及舒淇、明志嫁妻卖女，或
及清陵。为阳钱塘受害最惨，无故而殒其身者500余人。其使市民由仪式出朝廷，近者彻里暗问，悉皆守时请死。乃知天子仁爱源源，而使之至此者，食桑歌及其兄党之为也，莫不愿食其肉。臣等亦此三人者，既服其孤，宜令沈台从公论罪，以谢天下。三人遂弃市。待杨脸真家死，其妻与杀布丁、乌马儿之妻并没入关，送一京师。乌马儿寻议论死，为杀布丁豁免。平章正是要树木者，桑歌之妻党勾考金湖前谷，沈臣拟受湖广平章镇事。帝曰：要树木小人，是正方五年，受一礼，算官足矣。览中书所奏，令人耻之。即至湖广，即及阿里海，押家资以县。正月朔，百官会，行审朝服以祀。要树木召至齐，家受贺华，方一审望却贺如常仪。又因赵暴者有不轨之言，中书审列其罪以闻，帝命谢至湖广行审，录之，及其家的黄金4000两。使臣曰：司马迁以利未害之源，然冒迁有无，赵余有余。管仲、范蠡用或直薄齐、越二国，无他利天下，则未利，反是则未害也。世祖才阿合马，擢为宰相。阿合马死，卢世荣继之。PG 1249。世荣死，桑歌继之。三兄传逆，并国利民，策酷吏以众位，显正人以行刚，是汉唐聚敛之臣，其独有甚焉。呜呼！蒙古有中元560年，正吴季刚夷离殆尽。世祖建作，司打有位于三下，前手勇勇，正严谨归命之时，乃用贪狠匹夫钻高梯碎，以矫民命，待穷奸忍恶，使因显露，而苍生之祸已列矣。司马迁之言，岂不幸于 PG 1250。卷217列传第121。铁木迭儿铁狮伯言哈马雪雪。铁木迭儿，蒙古人，普祖梭海，赠太尉，是武烈。祖不连。即逮宪宗时为大将，7年伐宋，自邓州略的至江汉，赠太尉，是中武。不连即逮二子呼鲁不花，中统初为中书左丞相兼中书省都段事官，赠太师，是中宪。木而火炽，赠太师，是中真。三世并追封归德王。铁木迭儿，木而火炽之子也。大德监为同知宣徽院士，兼通政院使。武宗即位，迁宣徽使，有宠于皇太后。至大元年，初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，拜云南行省左丞相，以善复阙，未上书省所合。赵杰问，寻以皇太后指代之。武宗崩，仁宗在东宫，诸丞相托虎托等用完，则及李孟卫中书平章政事，跟张树务，而皇太后已有旨，召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，帝不得以相之。即幸上都，
命铁木蝶而留守大都。完则等奏，故时丞相流经师者出入的张盖，今又丞相铁木蝶儿请的张盖如故事，许之。皇庆元年三月，铁木蝶儿奏，臣务蒙圣恩，擢任中书。年衰且病，虽未能升达正体，事有创行，感不自勉，即经朝夕。PG 1251。世事左右司六部官有不尽心者，当论决；在不圈者，处勿恤。其有托故侥幸他职者，亦不恤。帝委其言。二年，以病罢。言又改元，丞相何散奏，臣非世勋之胄，不可居右相。举铁木蝶而自戴。帝令白皇太后授以中书审印，拜开府仪同。三司兼修国史录军国重事。居数月，复拜中书右丞相何散，为左丞相。铁木蝶儿奏请，内侍吴阁越望奏，中书政务诸司吴哲干预。复明往诸藩商贩，虑获厚利，商者益众，中国务卿藩获反众，请以江浙右丞曹立领其事，发州石纲给蝶以往，规则征税如制，私往者没其货。又以金用不给，请欲买。山东河间运使来岁盐引及各制铁货，以足金岁之用。并河江南田令田主自食请母状入关，诸王驸马学校四官亦如之。人尽私匿名田，贵戚世家无的举挠，仁宗皆从之。寻遣使者分行各省，扩田增税，苛籍烦扰，江西蔡吴酒作乱，始罢其事。二年七月，诏谕中外，命右丞相铁木蝶儿总宣政院事。十月，晋太师。十一月，大宗政府奏累朝旧制，凡议重刑，必决于蒙古大臣，今宜听于太师右丞相，从之。铁木蝶儿既在位首相，护事贪虐，平章政事消败铸烧牵制之。而杨朵儿只自是御史败忠臣，慨然以纠正其罪，未几任上都妇人张璧杀人戏狱，铁木蝶儿使家奴携留守贺伯言出之，伯言不从。朵儿指怜的铁木蝶儿所受张璧禄有显真，乃与拜助籍。伯言奏之，内外监察御史凡四十余人，共和铁木蝶儿结辖奸贪，因贼显狠，蒙上往下，度政害民，不至爪牙，威折朝野。凡可以诬陷善人，要功利以者，弥所不至。取晋王田千余亩，新教寺后阮园地三千亩，卫兵墓地二千余亩，切石孝庙共四马，受诸王哈喇班地使人超十四万贯宝珠玉带渠鸾碧帛釉，计超十余万贯。受杭州永兴寺僧张自福禄金110两。取杀。PG 1252。人求张璧超五万贯。既以位及人臣，又领宣政院事。诸子无功，于国尽居贵显。宋家奴凌虐官府，为害百端，以致阴阳不和。山移地震，灾疫数件，百姓流亡，己乃恬然略无省会，私家之父
在阿合马桑歌之上。四海集怨，贤怨车裂斩首，以快其心。如蒙早加显露，数十后之为臣者之所警戒。奏记上人。宗震怒，召口逮问，铁木蝶而逆皇太后进士家，有司不敢卜。仁宗不乐者数月，又恐出皇太后意，不忍众服之，乃罢其相位，于息不问。铁木蝶而家居位余年，又起为太子太保、中外文，知京海御史中丞赵氏严律诸御史论其不法数十事，内外御史论其不可辅到东宫者又四十余人。然以皇太后故，终不能治其嘴。七年正月，仁宗崩。月四日，铁木蝶而以皇太后旨，复拜右丞相。又逾月，铁木蝶而宣皇太后旨，诏萧拜助与杨朵而止。至徽政院，与徽政院史师列门等杂问之，则以前为皇太后旨令服罪。即入奏，执二人弃事。是日，白昼晦明，都人凶惧。三月，英宗即位，中书省起，祖宗以来皇帝登基，中书律，百官称贺，班首为上所命。英宗曰：“其以铁木蝶而为之。”是月，加铁木蝶而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、太师，召中外吴，举义铁木蝶而。五月，英宗在上都，铁木蝶而即留守赫伯言部，复议乌其以便服营诏未不敬，下五服杂志尽杀之，都名为之流涕。赵氏延时为四川行省平章政事，铁木蝶而起英宗，遣使逮捕之。是言未至，铁木蝶而使讽是言，但以美观，令告引同时一己者，是言不肯从。至是，坐以为诏不敬，令法司穷至请至极刑。英宗曰：“彼罪在赦前，宜赦免。”铁木蝶而对曰：“习是言与沈台诸人谋害老臣，请究其姓名。”英宗曰：“是。”皆在赦前矣，又焉用问？数日，复奏是言当处死罪，又不允。PG 1253。久之，帝觉其所赠毁者，皆先朝旧人，资不悦，乃任拜助。为左丞相，委以复兴。铁木蝶而渐渐书外，因称疾不出。至至二年，拜助奉命至范阳历安同碑，铁木蝶而将历审事入朝，至宫门，帝遣内侍赐之酒曰：“青年老，宜自爱，待新年。”入朝未晚，遂样样而返。是年八月卒，命给超氏葬地。十二月，其子宣政院史巴里吉斯作受刘奎茂献田亩伏诸人及其家。三年五月，监察御史盖纪元宋义言铁木蝶奸显贪污，请毁所立碑，从之。人追夺官爵及封爵制书。六月，毁铁木蝶而祖父碑，追收元将敕书，告谕中外。七月，即铁木蝶而加资。太定帝即位，御史言铁木蝶而专政，诬杀杨朵而止等，罢免王延、高仿、张志弼，请加昭雪。赵有者赵还录用，死者赠官有差。
监察御史脱脱召陈庆复言，铁木蝶而在先朝。包藏祸心，离间侵藩，诸路大臣，使先帝孤立，促离大祸。其子所难，轻与逆谋，久患天宪，起正其罪，以快圆圆之心。诏诛之。监察御史许有人又言，铁木蝶而死有余辜，请投官。陆师以谢天下。帝不允。三年，礼部员外郎袁勇真言，铁师是逆，皆由铁木蝶而识祸，以明正其罪，宣复使馆，以为人臣之戒，从之。铁木蝶而五子班丹知枢密院事，作赃杖免，所难治书。侍御史作逆党诛，八里吉司作刘奎氏诛，所著将作院史。明宗敕留于南荒。天历二年，丞相宴铁木而言，所著有劳于国，请召还，从之。至顺元年，所著与帝观音奴解续太医，是夜里牙愿望，祭北斗举咒，视觉具作诸铁师铁木蝶儿一子也。其妹为英宗第二皇后，初以翰林学士承旨，宣徽院士为太医院士，位于越，特命领中都尉为指挥使。至治元年，赐珍珠艳服。三月，特授光禄大夫、御史大夫。PG 1254。人惊虎符，中亦侍卫清军都指挥使，依前太医院使。帝常御禄。顶殿，谓铁师曰：“宣徽虽立太皇太后，正是之与诸司同。凡不书，宜悉令御史检核。”继而又命领左右阿速卫。冬十月，帝亲祀太庙，以中书左丞相拜祝为雅县官，铁师为中县官。明白冬十月，江南行台御史大夫脱脱以及上请，未得旨，折去。铁师何之，杖六十七，折云南。至书是御史所难，铁木蝶儿之子也，改翰林侍讲学士。铁师奏复其职，帝不允。十二月，以铁师兼领广惠司事。英宗常谓台臣曰：“朕身居九重，臣上兼贪，民生疾苦，岂能周之？故用卿等位耳目篡者。”铁木蝶而贪妒无厌，汝等拱默不言。其人虽死，以及其家已成后也。又明年三月，生命铁师正举台纲，诏谕中外。继而御史台请开言录，帝曰：“言录何尝不开？但卿等选人未当耳。”兼察御史常举八里吉司可大寿，为己以贪莫拜，若此者，言录选人当乎？否乎？使铁木蝶而既死，罪恶日彰，帝委任拜诸位。又丞相以进贤退不孝为及物，铁师不自安，遂前续意图。秋八月癸亥，帝自上都还，驻华南坡。世系铁师与之书密院事也先贴木儿，大司农师突儿，前中书平章正事赤金铁木儿，前云南行省平章正事完则，前至书侍御史所难，铁师之弟。宣徽使所难，典锐院使托火赤，枢密院副使阿散，迁书枢密院。是张台卫士突满及诸王按梯不花，
贝罗月鲁铁木儿屈律布花兀鲁斯布花等以铁狮所领阿速卫兵为外应，杀右丞相拜住铁狮直犯进卧，是英宗于卧内使赤金铁木儿铁木儿布花持赴大都，召集百官，收其符印。时枢密院院使王真言于副使完颜乃丹曰：“大行宴驾，丞相、中书、枢密无志者，耻。今铁木儿类朝退处之人，铁木儿不花亦未散官，谁使之来？兵权所在，岂可以应受之？”乃丹叹息曰：“此御史大夫铁狮所。” PG 1255未也。真便告书府大臣，请即执赤金铁木儿等与中书审同训之，闻者皆不敢发。九月，太定帝即位，铁狮及其党使伏诛。监察御史许友仁上言：“铁狮身领台端，内卫军配，先帝呆之情于骨肉，纵不思报效，忍为寇仇。自古公为之变，未有弱势之惨者。以戮其全家，诛其居室。铁狮之妹，系氏祸根，勿令污染公为，及时逐出，从朝廷一拟驱处。”奏上，事请不报。使臣曰：“南坡之祸，铁木蝶儿谓之也。英宗之铁木蝶儿之间，而置其一子于左右，其反是已矣。自古母后淫字逆于权臣，未有不酿弑君之祸者。未逢太后，原兴圣太后是矣。仁宗考中，信部尉谓之献文，然铁木蝶儿之逆党，促杀英宗，呜呼，何其酷也！伯言灭而即逝。年十五，奉承宗命，弑武宗于前邸。大德三年，从武宗北征海都。五年，从据海都于迭切里谷之地，又战于哈拉达之地，皆有功。十一年，武宗入继大统，伯延护从至上都，赐号拔都儿。帝即位，授吏部尚书，改上福院使，又拜御史中丞。至大二年，拜尚书平章政事，赐蛟龙虎符，领右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。三年，加特进。延佑三年，改周王常侍。四年，拜江南行台御史中丞。五年，迁御史大夫。六年，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。七年，又拜陕西行台御史大夫。至治二年，复迁南台。太定二年，迁江西行省平章政事。三年，改河南行省。至和元年，太定帝崩。八月，宴铁木儿起兵于大都，遣明李董阿至江陵迎文宗，到过河南，密告伯言。伯言叹曰：“此吴君之子，吾素和武宗厚恩，何敢观望？”即即审官明告矣。故于是会计臣于公欲及赏犒之用，弥不备至，即遣蒙哥不花持告文宗，又使罗礼报宴铁木儿曰：“公为其内，何难事我当。” PG 1256。自孝伯言别募兵五千人，迎车驾于江陵，自勒索步兵以四
参知政事托别台曰：“今蒙古兵与宿卫之事，皆在上都，而令探马赤军守诸隘，吾恐此事不易成也。”伯言不听。是夜，托别台欲杀伯言，伯言绝，拔剑杀之，夺其军，收马1200匹。文宗拜伯言河南行省左丞相。车驾至，伯言换甲胄，与百官道入，即府扶称万岁，劝进。帝托玉铠、宝刀及海青白骨，闻报矣，赐之。明日，护驾北行。九月，文宗即位，加迎清光禄大夫，仍领宿卫，寻加太尉，赐黄金250两。白金1000两，储币25万名，尽开府仪。同三司、陆军国重事、御史大夫、中正院史。天历二年，拜太保，加储庆使，赐虎符，特授忠义侍卫、清军都指挥使。明宗即位，文宗为皇太子，拜太子詹事。八月，拜中书左丞相。明宗崩，文宗嗣立，加除正院使。至顺元年，拜知枢密院是帝以伯言攻打，上世祖女孙卜言的金公主，又赐黄金双龙符。文曰：广中宣义正节正午左运动臣，又命宴饮侍宗王李。二年八月，晋封郡夷王，加侍政府侍政，又加招公宣义万户、忠义侍卫都指挥使。三年，拜太傅，加徽正院使。八月，文宗崩，伯言与燕铁木儿奉皇太后之命立宁宗。十一月，宁宗又崩。四年六月，惠宗即位，拜中书右丞相。元统二年，晋太师魁张阁大学士。十二月，晋封秦王。至元元年六月，燕铁木儿子唐其侍奉伯言为己上，与其弟塔海杀伯言，为伯言所杀，遂执皇后废之。七月，正式皇后于开平明舍。帝位诏谕天下，赐伯言达拉罕之号。太皇太后赐帝十雍房。三年，奏杀张、王、刘、李、赵五姓汉人，帝不从。四年，奏请解政务，三公交免。魏刘赵立伯言生祠于涿州。五年，赵魏大丞相，加号元德上府，赐七宝龙虎金符。PG 1257。伯言自杀唐其侍之后，专权自恣，见有奸谋，密与太皇太后议。废帝立燕铁古司，帝知之。初，伯言养兄子托托卫子，宿卫内廷，四帝起居。托托见伯言凶暴日甚，思忧之，臣奸自臣妄加殉国之意，帝犹不知信，遣阿鲁是结班，日以忠义之言与之往复，知托托亦无他，帝使与托托密谋讨之。是年，车驾至自上都，伯言构杀谭王彻彻堵，奏赐死。帝未允，折传旨行刑，又杀其近属百余人。复奏贬宣让王铁木而不花，威顺王宽彻不花，帝义愤。六年二月，伯言自律卫兵，请帝田猎。托托告帝托及不往。
伯颜携太子偃铁骨司出刺柳林，脱脱与士结班等合谋，白于地，请罢其政事。戊戌，脱脱吸收门要，领卫兵、阿鲁、士结班事。帝策。是夜，帝欲文德殿，遣太子妾公丹月可察而率三十骑抵。太子迎，与太子入城。夜半，命止而瓦台奉诏往柳林，出伯言。为河南行省左丞相。诏曰：朕见位以来，命伯言为太师、秦王、中书大丞相，而伯言不能安分，专权自恣。七朕年幼，亲视太皇太后及朕帝偃铁骨司，变乱祖宗呈现，贼在天下，加以极刑，允何舆论？朕念先朝之故，尚存敏恤。今初为河南行省左丞相，所有元领诸卫青军并窃薛丹人等，诏到时即许散骸。明日，伯颜遣人来城下问故，脱脱据城门上宣言有指处丞相一人，诸从官无罪，可各还本位。伯颜奏起必辞，不许，遂行。过真定，父老奉觞酒已尽，伯颜曰：尔曹见子杀父是耶？父老曰：不曾见子杀父，唯见臣弑君耳。伯颜俯首有惭色。三月辛未，诏徙南恩州阳春县安置，至龙兴路义舍，隐乐死。哈麻，字士廉，康里人，母为宁宗乳母。哈麻与其弟雪雪早被素位，惠宗深宠之。哈麻有口辩，由魏帝所轻信，累迁殿。PG 1258。中侍御史。雪雪官及贤学士。帝与哈麻以双禄未系。一日，哈麻服新衣侍侧，帝方啜茶，即逆茶于其衣上。哈麻曰：天子故当如是耶？帝一笑而已。哈麻身世日甚，自藩王七里皆戮疑之，寻以罪，贬南安。复诏为礼部尚书，而迁同知枢密院事。初，脱脱为丞相，帝也先贴木而为御史大夫。哈麻日趋其门，会脱脱罢相而别妾儿。不花为丞相，与脱脱有旧怨，欲重伤之。哈麻每于帝前立家营，虎为己，别妾而不花罢。太平为左丞相，韩嘉纳为御史大夫，谋处哈麻，讽监察特御史沃勒海寿和齐寿宣让王等驮马诸物。又设帐房于御卧后，无君臣之分，是提调宁辉寺，出入托忽司。皇后恭维，犯分之罪尤大。托忽司皇后，帝之庶母也。海寿字允常，神池人，拜监察御史，慨然曰：张刚坦伦，先问柴郎之当道者，之所重也。台见许封文言事，况目几乎？遂书哈麻罪，对帐谈之。哈麻知其事，先于帝前辨析，未皆为太平。韩嘉纳所执时，即奏入，帝大怒，敕服纳。明日张在上，帝不得已，仅夺哈麻、雪雪官，谪居草地，而卧秦海寿出为陕西连访副使。太平罢为翰林学士陈旨，
韩加那霸魏宣政使，寻出魏将这行省平章政事，请之，托托乎李皇后泣诉于帝，谓御史所和哈麻氏卫青矣，帝亦怒，乃诏夺海兽官，禁锢终身。已而托托复卫丞相，也先贴木而复卫御史大夫，折太平居陕西家。韩加那以赃罪，杖流尼鲁罕已死。召哈麻卫中书天赦右丞。明年正月，除右丞。时托托方幸任汝中伯、游郎中尉中书参议，自平章政事以下，见其议事，皆让之。独哈麻与之争辩，中伯因赠哈麻于托托。八月，罢哈麻卫宣政院使，位居第三。哈麻由是身贤托托。初，哈麻长息。天森运气数昧地，地袭之，号眼蝶儿法。眼蝶儿一言大喜乐。PG 1259。也。哈麻之妹嫁及贤学士突鲁铁木儿，有宠于帝，与老的沙等十人俱豪以纳。突鲁铁木儿性奸狡，帝尤爱之，见西番僧加连真于帝。僧善秘密法，谓帝曰：“陛下虽尊居万城，富有四海，不过保有事而已。人生几何，当受此秘密大喜乐禅定。其法亦名双修法，曰眼蝶儿，曰秘密，皆房中术也。”帝日从事其法。广选彩女为十六天魔舞，甚至男女裸居，丑身流波，虽是景之，人亦恶闻之。皇太子年日长，由身及突鲁铁木儿等所为，欲去之未能也。十四年秋，托托出师讨高邮，哈麻臣兼复入中书平章政事。汝中伯泪言哈麻必为后患，宜处之。也先贴木而不从。哈麻恐终不自保，诉于皇后其事曰：“皇太子既立，而秀宝即骄妙之礼不行者，托托兄弟之意，留以呆中公生子也。”皇后颇信之。会也先贴木而宜及家居。监察御史元赛英布花等及臣望哈麻风指和野先贴木而罪恶，张三上帝使允之，诏收御史台印，令野先贴木而除都门呆罪，以知枢密院是汪家奴为御史大夫，寻诏数托托老师废才之罪，及军中夺其兵柄，安置淮安。即以雪雪之枢密院士带领其军。至正十五年四月，雪雪由之枢密院士拜御史大夫。五月，哈麻遂拜中书左丞相，国家大柄，尽归其兄弟二人。是年十二月，哈麻矫诏镇杀托托于阿青起之地。十六年，哈麻兄弟密谋奉皇太子建位，废帝为太上皇。思与其父突鲁曰：“我兄弟位居宰府，宜自习声名。今突鲁铁木而专媚上以淫亵，为天下士大夫讥笑，我将除之。且上酒不清，积物四方。到日起，皇太子年长，聪明过人，不若立位一帝，而奉上位太上皇。其妹素诡谲，闻之，归告其夫突鲁铁木，而恐皇太子位帝，则以必诛死，
即奏其事于帝，然不敢斥言盈。谢氏，帝曰：哈麻为陛下年老。帝大惊曰：朕头未白。PG 1260。齿未落，俱为我老耶。遂与突鲁铁木而谋去哈麻，雪雪季已定，突鲁铁木而走匿尼安中。明日，遣使遇哈麻，雪雪无入朝。御史大夫硕思坚因何奏哈麻兄弟罪恶？帝曰：彼兄弟虽有罪，然是朕日久，且与朕弟同辱，可孤缓其罚，令出真字。孝以而中书右丞相定住平章正事桑歌失礼，复执奏不已。乃召哈麻于惠州安置，雪雪于赵州安置。彼行俱杖死。PG 1261。卷218列传第122。韩林儿张士诚。韩林儿永年人。其先本栾城人，是以白莲社烧香获众。富山童，常为童子诗，人称为韩学究。至正初，山童唱言天下将大乱，弥勒佛出世，于民思乡复从。颍州人刘福通与其党度尊道罗文素、盛文玉、王显忠、韩咬柱等为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，当为中国主。时何绝而难，丞相脱脱从贾鲁一碗之辈。刘心大义，福通乃欲埋一时人，捐其辈曰：修道时人一之眼，此物一出天下反。开合者觉得之，转相告语，人心一摇。至正十一年，福通等杀黑牛白马，示众谋作乱。是觉显力捕之急，山童就获伏诛。其妻杨氏携灵儿遁至武安。福通遂部署其众以反。杜尊道者，本书生也，常上书请开武举以收至通之事。丞相马扎而台览而其之，不为愿使，尊道不救。至是，为福通谋主。五月，福通袭据朱高，奋兵陷罗山、真阳、雀山，略武阳叶县。其众果红巾于手，故号红军，又号湘军。枢密同知贺司虎赤率阿速兵6000，并诸陆汉军讨之，不能克。十岁大进，萧县人李二家储芝麻一仓，发以赈饥，人呼喂。PG 1262。芝麻李与邻人赵军用谋入福通党。军用曰：臣南朋二郎有胆勇，当先治之。军用至其家，彭方立府，问之曰：将一心一素聊饥耳。军用曰：汝见儿何患不保，从我谋，富贵可图也。彭哈其意曰：终有芝麻李乎？曰：有。于是与其党八人同盟未乱，袭徐州县之，募兵至数万人，攻县宿、洪、丰沛等州县，以应福通。九月，福通击败官军，杀万户躲儿，千户高安同进攻汝宁府、县之知府完哲等赴水死。又攻县光、袭二州，及官军战于濠州，杀指挥突鲁所过焚陈毅，杀常立，众至十余万。十二月，布王三起兵陷邓州、南阳、
以应符通，号北所弘君。十二年。